北韩为了防堵新冠疫情，封锁国门多月，现在终于再度与中国进行铁路通车。除了护送物资，中国是否暗中援助俄罗斯也成为讨论话题。오늘오전7시43분화물열차가단둥에서출발해중조우이교를건너서신의주로넘어가는모습이포착됐습니다중국货物列车缓慢驶向北韩新义州。今年四月，北韩与中国再度中断铁路交流。如今时隔150天，双方终于开始交换物资。八月份，北韩宣布抗议成功，也同时要求中国恢复物资运送。看得出来，依旧很仰赖中国援助。북한으로는의약품과생필품식량이보내지고중국으로는텅스텐같은북한산광물이운송될가능성이높습니다화물열차운행이막힌동안북한은해상교역을통해각종항생제와비타민유마스크재료등을수입해왔습니다根据南韩媒体报道，目前每天会有一班列车往返中国和北韩之间。为了加紧脚步，盖完平壤的公共住宅，未来中国可能会向北韩运送更多建材类物资。虽然一切看似是双方防疫成功，开始重新交流，但中国先前已经表态力挺俄罗斯开战，也被怀疑这次与北韩通车只是想声东击西，绕道帮助俄罗斯。미국과중국러시아대치가심화되는신냉전국면에서중국러시아하고관계만강화시켜놓으면유엔안보리에서대북제재결의안이통과될리도없고요북한이버티는데크게지장이없다는것이죠虽然北韩曾表示不赞成开战，但与中国和俄罗斯打好关系，自然对北韩本身没有损失。时隔百日，朝中重启交流，究竟只是单纯交换物资，还是另有其目的？恐怕还得再多观察一阵子。三立新闻徐琪报道。